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 教练音乐世界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玩的是《塞尔达传说：曙光公主》。然后呢，对这集我们要，惨了，又过太久了，又过太久，不知道干嘛，好像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长得很奇怪的这个啊，这个老太婆是吗？啊，这是什么 ？Lucky Night Place Must Be You Are After You Too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上集就是把那个蜜蜂的那个巢给弄下来，然后就他说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对，就是要把那个放进一个 bottle 里面，那个这个是吗？不是，他拿的不是那个，不是，我以为他拿的是那个一个瓶子 ，speak， 就跟这个跟他讲话好了 ，What am I？to do， 我要做什么 ？I made the cradle when my first child was born, and I have children in the day. 那对对对 ，I wonder 啊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总之我们应该先找到一个 bottle 瓶子啦，对吧？啊，这个，等下，那胡子长得好奇怪哦。Monolith sounds like feathers hanging since. It arranged on his own today. When he's after a long hour. 啥？哦哦哦，羊又不见了。这个 What? 销毁。发生什么事？反正就是那只羊跑走了。我之前不是把它给赶进那个里面了，就它跑走了，真是。好，它是什么 ？S Y M 的，一边里面清飞的 sense。哎，好，那自己刚仔细看了。If you plant your feet by holding down A and hang on to that goat， 又抗平掉，所以要按住 A， 然后就对啊，让它 calm down。If animal goes get lost, and you strip it, 反正就是不要失去太多羊就是。所以那只羊跑到哪里去？我要进这边找它是吗？不懂哎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，进那边看看好了吧。啊，是这边吗？就是那个，是希望还乖乖的，还是我要去那个羊那边地方找他？小心跟他讲话好了。I saw you tell you how to get it, but you should, 所以他叫我去休息啦。我不懂。Yeah, he feel happy. So pet. 可以这样欸，可以骑他吗？不行，他只会叫一声而已。这个应该可以吧 ？Pet. 好了，这个没有用，他只是摸摸他而已，这好像没有什么用。然后他就叫一声，然后就，哎呀，好无聊、哦。这边应该可以进去吧？对，可以进去。对，可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？对吧、啊？没什么东西的样子。好，没东西，真的没东西了。回去了。吓到我了，是不能跳进去啊。那可以跳过羊吧？会啊，算了。这样，这个是那个肉，不是条。随便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这边确实是没什么东西的，对，没什么。你就滚回去吧。好了，真的滚回去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先去那边找羊了。对，那我们先去那边找羊好了。
这有那么多任务要破，真麻烦。那只羊应该是从这边跑过去那边吧？是吗？我没猜错吧？我该不会在这边就卡很久吧？卡半天，不行啊，这边走马，然后这个三个啊小屁孩，这个对。Lucky 的，他们讲一样的话，这个人，他一早找死我们飞行 rod 的，唉，他是不让我上他的马，不是他的马，是我的马，那是我的，所以要干嘛呢？然后那只羊到底跑哪里去了？真的是不解啊。这个应该不能进去吧。这个他的肥到他脖子都不见了。哦。发生什么事啦？It's my young link.Welcome, my dear. 他一定是坐着，然后就不去活动，所以就变胖了。You didn't have to see my little cat out here. 他的猫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是他的猫。刚刚就突然看到 ，He ate a fish. We are going to have supper. And I gave him a good.所以就是他没有回来了，所以他应该是要我去找猫的意思。他很担心他了，所以对，真的要去。哎呀，任务一堆，等你先做完其他任务再说好吗？我现在有点不知道干嘛。还是不知道干嘛，找猫，可是猫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啊！你真的不知道猫在哪吗 ？Pick up，what？ 哇啊！好了，不要做这种残忍的事，有点啊！等一下，对，去找那个人看看。我觉得他快死掉了。算了，不行，不能去跟他用那只鸡来换那只猫。算了。所以我们要去找猫，猫一定在河那边吗？是吗？这应该是锁着的吧？哇！这边这没有人锁门的吗？就这样随便让人家进去？这是狗不是猫啊？啊，这只狗好乖哦！这什么东西？啊，随便啦，可以这样子。我以为他可以抱着狗然后上楼梯，如果真的这样他真的蛮厉害的，可是我不知道干嘛就是了。打扰一下哦，这个这应该是那个，就是之前遇到一个那个额头很大的男生那个家。shit， 这啥？盾牌吗？不懂，还是不知道要干嘛？battle， 我们先拿这个比较要紧。出去了，不要说我偷。可是不能啊，不能。不行啊，这样就不行那个啦。老师，我还是要回去一下了。我不能拿着那个瓶子这样子出去。我想看就是拿这个瓶子找他可不可以？这样 ，Link， 来吧，来，让你 headache， 好嘞。我不是要你谈这个啦。我知道这个瓶子啊，你在干嘛？
哇塞！啊，我觉得我不宜久留了，我要先走了。啊，这，啊，我不能在那边了啦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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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犯什么事？我不知道。那只狗不要看到。哦，猫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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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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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刚刚就算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猫很难抓欸。小心找它就是。欸欸，发生什么事？刚那个，我可能找到什么东西了。我相当是谁要找猫？哎呦，是这边有那个藏那个东西吗？啊，不管，我要先找猫啊！那个猫才能抓，还是要赶猫去那边，去那个谁那边，那个地方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是谁要猫？他根本抓不到，他只能用赶的，他不能用抓的。你在游吗？猫会游泳吗？我只听过狗爬式，没有听过猫爬式，所以。我来了，我不会抓你。吼、哦！等下是到底是谁要猫啊？是那个是这个女生吗？这个女生要猫吗？好像是她哎、欸，又好像不是哎、欸。等下我今天会去问一下好了。这猫等下再管它就好了。请问是你要猫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哎，跟我讲话。等一下啊，这个，好像不是他啊，我错了，那是谁要猫啊？这个不是、啊，他要找那个罐子什么鬼的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奇嘞，还是你吗？哦，是那个、啊、那一家的，不行，他的房子也要怎么找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卡关了。这不对，我卡关了。找猫，可是猫就抓不到它。天啊，这根本哎，就有一个绿宝石啊，这根本抓不到它嘛。等一下，刚那只猫好像真的会游泳。他游的方式好奇怪啊，其实就是像狗爬式那样子的，可是重点不在这啊！哎呦，不想鸟你了啦！算了，不要，今天什么进度都没有，只有打破那家人的罐子啊，我是卡关了，就是谁能告诉我要怎么去破这个？难搞的东西的，就告诉我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嗯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吗？我们去往那个水的另外一边去看一下好了，看到什么东西。这只猫真的是啊，怎么抓它啦 ？Dash， 哦，这样子又比较快。我们去这边好了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的，可是我老实讲，我不太想去找他。可是，我要怎么上去？然后一直有那个鸭子的声音，就那种橡皮鸭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是猴子，不是鸭子。啥 ？What？ 等一下再看一下看。你等下呢？是那个霸桶吗？还是什么的？这不上不去。这真的上不去。啊，我是要怎么找你啊？啊，上不去啊，真的上不去。哦，好吵哦，你好吵。上不去啊，就真的是上不去。算了。嗯，今天又没什么进度了。啊，就是，哎啊 ，pick up， 哦。
哦，哦，这有啥用？这没用啊！是啊，我好像浪费一颗石头了。所以是要怎样？哦，捡。所以呢，所以是要怎样？哦，不不，好啦，就是真的有人告诉我好了，就是到底要怎么破这一边？你不知道我很不会玩游戏啊。好了好了，就先这样啦。那我们这次死亡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就是，哎呀，又没什么进度啦。有啦，今天的进度就是打破一家女子的花瓶，然后跑出一个蓝宝石来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希望那只狗不会怎样就是了。好啦，就先这样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